今天咱们要玩的是谁输我的游戏吃美食。阿珍，游戏规则非常简单，谁率先找出对方家女朋友卧底就能获胜，一个人就可以吃桌上现有的美食。那输的人呢？输的人叫明月盲选美食。那你输定了，我可是游戏高手。切，哇，你口气不小啊。宝子们看好喽，我派出的卧底是他。这是我派出的卧底，大家可要记住了。女士优先，我先来问，他是男生吗？不是。不是，那男孩子全部倒下。感觉男孩子倒下之后没剩几个了呀！一下还说这么多人，也太少了吧？那我问问题了，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吗？是，头发不是黑色的，全部下去。我排除的嫌疑人比你还少一个呢。切，那我继续问，他有没有戴帽子？不戴。那戴帽子的通通排除。该你问了，他有没有露牙齿笑？没有。那么开心的都给我下去，我就剩三个了。这一次我的问题是，他的上衣有没有衣领子？有。有，没有衣领呢，只能放下两个。你该不会要输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也就命多一个而已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那我问问题了，他是秃头吗？是。哎呦，哎，我已经找到卧底了，你看。你找对了。这个零食都归我了，你只能戴上眼罩，盲选我给你的美食了。盲选就盲选，我肯定也能选到好吃的美食啊。来看看我给琪琪准备的美食。你阿珍的性格，好吃的肯定不会摆在我面前，所以我要往旁边挖。黑手，这小趴菜还想吃好的，给他来个芥末。哎，过来过来，还剩个长条的，里面肯定是好吃的。芥末，这么好吃的，我就吃个虾仁面吧，其他的我留着慢慢吃。我为什么吃芥末？嘎嘣脆，给宝子们听一下。你光看我吃啊，琪琪，你也吃啊。手啊！我帮你。